贝瓦儿歌。爱护眼睛。贝嘟嘟看到许多小朋友都戴着漂亮的眼镜，心里面可羡慕了。真神气！贝嘟嘟看到贝哈哈也戴着眼镜，贝嘟嘟说：哈哈博士，我看到很多小朋友戴着漂亮的眼镜，你的眼镜也很好看，借给我戴戴吧。嘟嘟，眼镜可不能乱戴。小朋友戴眼镜，不是因为眼镜漂亮，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受伤了。只有戴上眼镜才能看清楚东西。贝嘟嘟问道：他们的眼睛为什么会受伤呢？哈哈博士语重心长地说：眼睛是很脆弱的，有些小朋友平时没有好好保护眼睛，他们经常躺在床上看书，趴着写字，整天看电视，所以眼睛就受伤了。贝嘟嘟吓了一跳，好可怕呀，我可要好好保护我的眼睛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的眼睛很重要，我们要好好保护它。大家和我一起努力吧，改掉平常那些不好的习惯。